非常开心又可以跟大家再度的见面。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王，叫冠尧，冠军的冠，尧舜的尧，今年27岁。我的阿公呢给我取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名字，但是呢对我小时候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好在遇到了爱多美，改变了我的人生。那么呢在3年前了解了爱多美，那么3年后的我呢，现在一个月平均的收入呢是30几万块钱。而且呢也透过爱多美这么棒的事业呢，完成了我所有的梦想，而且也可以这么说，简直是超越我的所求所想。我从来没有想过经营爱多美这个事业可以让我到新加坡，可以让我到美国，到加拿大。上个月呢，因为透过爱多美这么好的平台，我去了美国，去了加拿大。那在出发之前呢，其实我很担心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我怕呢我的英文讲得不够好，但是我突然想到我是去讲华语研讨会的，所以呢我的英文好不好其实跟那边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因为全世界啊各地啊通通都是华人。那我又担心一件事情啊，从小到大没有坐过这么远的飞机啊，我在飞机上面啊实在是怕非常的无聊，而且呢我在想啊，那到底能不能洗澡呢？好，这个是我最关心的问题。但是其实我发现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太多了。在飞机上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异常的兴奋，很简单，其实一点都不远。很多的伙伴都说，冠尧，去美国去加拿大很远吗？很辛苦吗？我觉得一点都不辛苦，因为飞机不是我在开的，我只要坐在那里，时间到人就到了嘛。那么我在飞机上面看了4部影片啊，我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享受啊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哦，可以让我把一年的quota都用完，花在4部影片上面，我感觉非常的幸福。但是呢，同时我的伙伴在台湾，在各地呢，还是非常认真的在分享。我觉得这真的是梦幻的事业。在我们在旅游的过程中，在我们在搭交通运输的过程中，但是我们的事业依然不断的在发展。那么很多的伙伴，我真的觉得爱多美就是充满了爱。在我出发前，我得到很多伙伴的祝福跟伙伴的关心，我只回答他们一句话，你们不用担心我饿死，因为看身材就知道我自己会找东西吃。那么这一次回来的时候真的很奇怪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看我肚子啊，就是我好像变胖了才符合你们的期望，所以果不其然我又带着3公斤回来啊。我把满满的祝福、满满的食物都装到我的肚子里面了。这时候我的伙伴就有时候有时候他们就关心我，冠尧，你再这样胖下去怎么办？其实爱多美真的完成了我所有的梦想，因为我也知道越来越胖这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如果以前我是一个上班族，我是请不起健身教练的，但是我请了一个健身教练，我去了健身工厂，我说把你们最壮的教练给我请出来，因为我再这样子下去不行了。每个人都不断的提醒我，但是我觉得爱多美简直太幸福了，不管是事业也好，工作也好，生活也好，都有很多的事情协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。在这个旅程的过程中，在这18天里面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而已，我该如何变得更好，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因为爱多美带给我的爱，它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所以同样的，每一次上台的分享，我都是用200%的力量。我希望在场的伙伴每个人都可以成功赚到钱。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点很有趣的，想跟大家分享。我最近啊，最常被问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哈，冠尧，你到底要不要交女朋友啊？考虑一下我女儿吧。但是好在我是基督徒，大家都知道我怎么回答，因为我们不能伤害到女生的心理嘛，毕竟我只有一个而已，我都会回答说，我回去跟我的主祷告看看，有答案我再回答你。所以真的，爱多美这个舞台是属于每一个人的，不是只有年轻人而已，是属于每一个年轻的新的人。如果你渴望要成功，爱多美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大了，每个人都是非常珍贵的。你的背景来到了爱多美，都会让你在这个讲台，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发光发热。所以我常常跟我的主祷告，
让我们的董事长身体更好，让我们皇家俱乐部、领袖俱乐部跟在座所有的领袖身体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强壮。因为我们都是爱多美的一部分，我们是爱多美的资产。我们要走董事长的路，我们要帮助更多的家庭。而且我觉得在国外，其实我心里最想呐喊的是台湾 number one。所以英文不用好，会这一句就够了。好，那接下来的奖金制度呢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。我们都知道爱多美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业，相信大家在昨天也看到了我们的公司介绍、产品的介绍。那么爱多美为什么值得经营呢？因为呢，全世界啊有三个非常赚钱的行业。第一个行业呢是军火，第二个行业呢是毒品。那么军火跟毒品不是一般的伙伴、一般的朋友可以从事的行业，但是呢，有一个这么好、天大的行业，跟在座的朋友、跟你、跟我息息相关，就是我们家里的生活用品。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从我们阿公那个年代，到我们的父母辈，到我们的子女，不管家族的贫贱富贵，每个家庭都是要使用生活用品的。也可以这么讲，生活用品是每个家族的负债。但是如何把这样子的负债透过一个优质的平台转换为资产呢？来到爱多美绝对是最好的选择。所以现场的伙伴，最优质的生活用品在哪里买呢？没有错，爱多美绝对是大家最好的选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爱多美啊，结合了所有的传统跟传直销通路的优点于一家，所有的优点于公司，于爱多美。我们的商品呢，有实体店面的品质，百货公司专柜优良的品质，但是我们同时拥有大卖场平易近人的价格，同时我们有网络购物的方便性跟便利性。再来呢，最有魅力的地方，我们有组织行销倍增的魅力。所以品质、价格、便利性、组织行销、人数、家庭的倍增，通通都集结于爱多美。所以在我们公司有这么一句话，绝对优良的品质，绝对低廉的价格。过去的经验是什么呢？好，如果你想要吃到好的东西，你想要好的服务，那么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金钱才能享受到好的品质、好的商品。但是在爱多美啊，恰恰相反，我们的商品的品质一样非常的好，但是我们同时又非常厉害、非常有竞争力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在于啊，我们的商品非常的便宜，所以简单的讲，我们可以用路边摊的价格，但是享受到高级西餐厅的餐点，就是这么简单而已。所以所有的伙伴真的要多多的使用我们公司的商品。那么爱多美啊也非常的特别，为什么呢？很多刚加入的伙伴都有一个疑问，没有重销，没有业绩压力，没有责任额，那么爱多美到底要赚，怎么赚钱，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？到底可不可以赚到钱呢？其实啊，这个魅力在于这里哦，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这个关键的秘诀是什么？爱多美的商品不是比其他的公司好一点点而已，不是便宜一点点而已，我们的品质是非常的好，价格非常的便宜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爱多美是一家真正把市场还给消费者的公司。我们的客户、我们的消费者买多买少自己决定，我们完全没有给我们的经营者任何的压力。所以啊，很多的朋友反而觉得，哇，怎么这么的好，这么的棒，这么的自由，发自内心的喜欢爱多美。这就是我们爱多美可以从百大的34名快速跃进到12名的关键跟秘诀。在我们的董事长的理念也好，跟数据、报章杂志的数据都让我们看到了，这样子的理念是可以发起非常多的人去响应爱多美这么好的企业。那么有一句话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在爱多美齐心协力，
所以其实我们爱多美的伙伴，就像我到了国外去分享，很多时候国外的伙伴都不是我的团队，那么一开始没有我的团队，但是很神奇的，透过爱多美的制度，特别是我到了多伦多的时候呢，哇，我竟然来了十几位的伙伴，这完全都是在我的想象之外的。所以很多在我们没有成功之前，爱多美海外的贵宾成功者，即使他在台湾没有伙伴，他们还是一样很热情的来到了这里，为我们做了一个分享。所以在爱多美里面，只要渴望成功的伙伴，我们有非常多的系统协助大家在这里获得成功。首先我们可以在图片上面看到三个非常重要的系统，这也是渴望成功的伙伴会问在座各位的一句话：我想经营爱多美，但是你如何帮助我成功呢？你要给我什么样的工具呢？大家有想过吗？只是一直一起团购商品就成功了吗？没有其他的吗？有学习的地方吗？有的。这些系统的架构完全都不需要各位劳心劳力去完成，爱多美通通都帮我们做好了，你只要人进来就可以了。我常常跟我的伙伴分享，如果今天我在你的家里跟你分享爱多美，那么你看到的就只有我跟你而已，我们两个人，再加上你旁边可能电视开着，小孩跑来跑去啊，吵啊叫啊，除非是非常有远见的人，不然你心中的爱多美就在吵跟叫之中，很可惜的把这样的机会丧失了。所以常常啊，把机会变成了误会。如果你渴望更多的了解爱多美，我们全台湾有非常多的教育中心，不怕没有地方学习，你应该到教育中心来听一下我们爱多美的说明会的，我们有非常多优秀的讲师。更进一步的，你应该到研讨会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县市该地区周围所有县市最棒的经营者，因为他们有一个概念，要成功要赚大钱，绝对要进入系统。更进一步的，你应该参加成功学院的。现场的朋友访问一下大家几个问题，有人是为了赚2000块钱来的，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好吗？没有。为了赚20000多块钱来的有吗？在爱多美没有。最后一次了，在爱多美你是要赚20-30万的，举个手让我看一下好吗？哇，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。赚2000多到交易中心就可以了，因为你可能推荐了两个好朋友，他们愿意消费，你时间到钱就领得到。如果你想要2-3万，你必须一定要参加我们公司的研讨会。一个上班族周休二日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责任制，一个月2-3万，你在爱多美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，却有2-3万，真的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。分享进入系统，在爱多美就是做这几件事情而已。那么更进一步的是参加成功学院，跟出国去看一看，台湾真的是太幸福了。美国加拿大那么大，你一天要找伙伴，你可能只能找一个跟两个，因为很多时间你在开车，在这个路途上面，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好。我们台湾非常有竞争力的，这一次的出国对我的体会真的是非常大。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太幸福了，所以每个人没有道理至少钻石玫瑰星光大师是没有问题的。每个人在台湾真的优势太大了，到处都是人，而且台湾有非常多国外的朋友，有居留证就可以加入了，真的非常的幸福。所以我们要多一点善加使用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。在我们的公司今年有159场的研讨会，每个月都有成功学院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爱多美最强的系统。在这个系统里面，你会看到爱多美真正的成功者。所以鼓励所有的伙伴一定要坚持不断的参加我们爱多美的成功系统。那么有几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我们的原则中心，我们是禁止囤货的。那大家也看到了，爱多美持续的在进步，跟着会员，跟着所有的人一起在进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是不是用最便宜的价格就可以买到爱多美的商品了？
平均四组的，之前还要团购，可能有些伙伴还在揪团，哦，但是现在每个人只要进入自己的系统，就可以买到最便宜的价格了。同时呢，也解决了很多网络上面在私人网站贩售的问题。哦，私人网站的贩售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。那么现在爱多美多么简单，50块钱自己加入，买到最便宜，公司又给你满意保证。好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，协助大家的公司在做的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当然是禁止抢线跟跳线，这个是大家心里都知道的。在爱多美，每个人都一定会赚到钱，但是赚钱跟做爱多美经营这个事业的时候，每个人就是领导者。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对我来说，品格，品格是最重要的。一旦品格没有了，那么再多的钱其实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还有一句话我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爱屋及乌啊。如果一个领袖他不断在做坏的事情，大家想想会不会危害到自己的伙伴？这个领袖到处做了惹了闯了很多的祸，他的伙伴会好意思说是谁介绍我进来的吗？一定会不好意思讲的嘛。所以在经营这个事业的时候，其实爱多美事业很大，但是也很小，大家都会彼此互相认识的。我们希望的是良善的经营这个事业，我觉得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不该做的事情在爱多美都不要做，公司也会非常严密的来看这些组织。好，那第三点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禁止网络的贩售跟自制 DN。 没有经过公司允许的资料，如果会员一旦的发布呢，这个罚钱或出了问题是罚会员，不是罚公司的。所以希望大家共同来维护爱多美这么好的公司。好，那爱多美事业非常的简单，首先加入呢多少钱？50块钱的工本费用而已。所以我常常跟我的朋友比喻是什么呢？爱多美就像一个大卖场一样，今天我们走进去大卖场，有在付门票的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进去大卖场看我们任何想要的东西，一样的来到了爱多美，加入爱多美，你可以来看我们公司的制度、理念、商品。信心怎么来的？我常常在分享，信心来自于充分的了解。如果你觉得听一次爱多美不够，你可以听10次、听20次。当你真心觉得爱多美很好的时候，来用看看商品，来了解看看公司的文化、理念、背景，你会觉得爱多美非常的好的。所以完全都是自由的，加入非常的简单，50块钱的工本费用而已。那么加入之后呢，每个会员都会拥有一流的系统平台。在我们的系统平台有右上角呢，有世界各国语言的版本，来协助我们台湾的朋友、外国的朋友了解爱多美这个事业。那么同时呢，加入之后呢，只50块加入，有这么好的平台之外，所有在上面的商品都可以享有最低的价格购买，非常的幸福哈。后台系统又有非常多的影片来协助大家成长跟学习。那么领奖金，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只要是会员，你就可以领奖金。那么如何维持会员资格呢？好，一年只要买一件爱多美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就可以了。举例，今天呢想吃拉面，那买拉面，我们的会员资格又自动再延续一年。那么牙膏牙刷用完了，买牙膏牙刷，非常简单的方式。所以除非故意不想当爱多美的会员，不然每个人啊一辈子都是爱多美最好的顾客跟消费者。那么很多的朋友会有一个迷思，加入爱多美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，我到底要不要认真做，我要不要辞职，我不要专职，我要不要全心投入。我都跟我的朋友说，你想太多了，你就只是先换个商品使用看看，爱多美就是你的生活，它不需要牺牲你什么的，它可以很好的融合在你的生活中。我们只是先试看看用看看爱多美的商品而已。好，所以那么爱多美的优质商品到哪里买呢？就是透过我们台湾公司的官方网站。好，我们的手机、我们的平板、我们的电脑就是我们云端的超市。我们不需要为了爱多美去开一家店来绑住自己，我们带着手机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呢，他需要订购什么商品，手机点一点按一按，
商品满1800就会配送到每个消费者的家里免运费，如果未满1800呢，也可以到教育中心去取货。所以啊，网络的事业，真正大的事业，一年365天哈，我们都可以去订购跟经营爱多美的事业。那么爱多美最幸福的地方哈，很多的伙伴听了之后就觉得哇，这个公司太好了，我想要经营，我想要做，但是该怎么做呢？大家都知道爱多美跟一般的传直销公司不同，可是出去讲的又很像一般的传直销公司。有一个大哥就跟我讲了，冠尧，你每次讲制度啊，我都觉得钱啊在空中飞，但是掉不下来。我出去讲10个19个，有一个看到我远远看到马上就跑了，因为另外9个都跟他讲我的坏话。那么呢，其实爱多美是这样子的，大家来体验这样的感觉哦。如果我们是朋友，我跟你说，哇，我跟你讲一个全球最新的商机，韩国的公司2条线的无限单，你证件存折赶快加给我，早点卡位，早点赚大钱，有没有像传直销？哪一家公司会说他自己的坏话？每家都说他很好，每家都包得很漂亮。爱多美是外面很漂亮，里面也很漂亮。但是如果我们再换一个感觉，我们今天过去的传直销是什么？我们都在想，到底谁适合经营啊？他长得很漂亮，所以他适合卖保养品。他过去做过组织行销，所以他一定会带团队进来。常常这样子想来想到最后啊，干脆不要做好了，因为好累哦。但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观念，在座的朋友是不是都有脸，都有牙齿？可不可以用我们的洗面乳？可不可以用我们的牙膏、牙刷？这都是非常生活化的。所以问大家，医生、律师可不可以加入爱多美？可以。一般传统的观念是什么啊？医生、律师、老师高高在上，他是不需要爱多美这个事业的。但是爱多美我们一直强调是什么？我们是消费者导向的公司。医生、律师难道就不需要好的牙膏、牙刷吗？也是需要的嘛。所以当你发现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爱多美商品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跟弟弟、跟妹妹讲爱多美？会，可以给他们吃什么？吃海苔。那吃好吃要跟他怎么讲？叫你爸爸妈妈买。所以 这个真的是有中心长分享过，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。就像夏天到了，我很喜欢分享这个，我都精油贴布怎么贴，要贴就要贴到让人家看得到才有广告效果，所以我都贴到最高点，我都一路贴到脖子上面来。所以我出去的时候人家都说，哦，啊，你是手怎么了？你是怎么了？啊，哪会这么可怜？我说不是，这是我在卖的。所以这是不是无形中就给了我们机会？所以董事长一直强调的是什么？要真心的分享跟使用我们公司的商品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再跟伙伴补充一点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不要再一直找那么厉害的人了，我们找普通一点的人。你常常去跟谁吃便当，跟谁买便当，你的保险业务人员是谁？你的房子跟谁买的？你的车子跟谁买的？你常常去哪里按摩？你常常去哪里消费？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钱给别人，让别人赚钱，那这些老板、这些朋友，难道牙膏、牙刷买不起吗？所以我常常剪头发哦，我分享过，我一直在换发型设计师，所以每次发型都不太一样。因为我坐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在剪我的头发，我就一直跟他讲爱多美。那他不加入呢，我下次就换别家。那他加入呢，我还是再换一家。因为我总觉得爱多美美发事业不能做一辈子，但是爱多美可以做一辈子的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帮助多一点的人。爱多美从你生活周边就可以开始做起了，我觉得这是爱多美最迷人的地方。所以当你觉得爱多美公司很好的时候，几个步骤提供给大家。第一个，先体验我们公司的商品。第二个，分享，去想一下谁需要好的贴布，谁需要我们公司的益生菌，谁需要我们公司的牙膏牙刷。不是找人，是发自内心的去想爱多美的商品可以帮助谁。自己先使用了有信心，分享给需要的朋友。第三个步骤才是加入爱多美的会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常常做一个比喻分享给我的伙伴，大家体会一下哦。冠友单身3年了，假设今天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，气质非常的好，
请问一下，我可以开口第一句就跟人家说，这位漂亮的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要跟我生小孩吗？应该人家会说你变态下流吧。那么我们再换，重新再来一次。我觉得这个女生非常的漂亮，气质非常的好。我们第一个步骤该做什么呢？哎，你好，我可不可以跟你交个朋友？你的 LINE 可以给我吗？这是不是第一个步骤？我要到了 LINE， 我才有机会去跟她看电影、去吃饭。这个女生或许才有机会变成我的女朋友。变成女朋友的时候，是不是才有机会组一个家庭，才有机会生小孩？所以这个是有步骤的。那么我们每次逢人就说，你要不要加入会员？你要不要参加？赶快存折证件交出来，是不是就跟我举例的意思是一样的呢？难道有女生碰到男生很帅就说，欸，你要不要娶我？第一次见面应该不会这样子吧。即使条件再好，也会让人家觉得，我这诈骗集团吧，这么恐怖，有目的吗？有企图吗？所以爱多美一步一步来的。好，那么最后送大家一个口诀，经营这个事业太简单了，所以走出去，讲出来，把钱收回来。因为制度实在太简单了，很多都是观念的问题而已。当观念通的时候，所有的制度都不是问题了。那么在奖金制度方面呢，所有的朋友透过认真努力，最快速可以领到钱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爱多美的第一笔安置组织奖金，跟我们第二笔的领导贡献奖金。那么领钱之前，了解一下爱多美的组织架构。我们是双向制的，双向制呢也是透过研究呢最快速可以成功的制度。那么最有魅力的地方在哪里？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。最有魅力的，首先第一点，爱多美的组织架构是无限代的延伸。在座的朋友，你只要满足商品分数10000 PB 以上，就可以拥有无限代。无限代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排的朋友会不会为我们带来第二排、第三排、第四排的朋友，甚至是最后一排的朋友？所以在座的朋友不要小看任何一个人，他可能为你带来更多更多的消费者。美容师的朋友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美容师？那么开计程车的司机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开计程车司机的朋友？那么他有没有可能载到贵妇？他有没有可能载到一个大老板？所以你的组织架构里面的形成团员就不断的在改变了。我们也可以这么说，无限代是看不到尽头的。同时呢，爱多美最棒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不是只有做台湾而已。台湾有2300万人口，但是全球呢有70亿人口。昨天呢跟副社长呢领袖开会的时候有讲到，爱多美预计啊，在明年啊，总共会有12个落地的国家。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市场，越南、泰国、墨西哥这些国家等着在座所有的朋友去开发。无限代，无国界。就像我举的例子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加拿大跟美国，因为太远了，我觉得台湾好好做就好了。但是组织往往就是这么的神奇，你的伙伴无形中延伸到了新加坡，延伸到了加拿大，他可能是隔壁邻居妈妈的儿子在加拿大念书，你的线就到加拿大去了。他可能比你对赚钱更有敏锐度，他可能比你更喜欢爱多美的商品。所以我们的组织架构不往往出现的就是比我们更热情更优秀的朋友，这才是会使我们成功的原因。无限代，无国界，一地注册，全球经营。无限代也代表着什么？看不到尽头，无限的延伸的。光这两点，爱多美的组织架构就会让很多人睡不着觉。同时我们的 PB 是全球连线的，你的伙伴在台东、在台中、在花莲在消费的同时，我们在台南、在各地、在你住的地方还是一样都累积得到 PB。现在我们是白天，你的国外美国、加拿大伙伴是晚上，他们一样也在买东西。我们在睡觉的时候，他们一样也很热情的在分享。所以这么多的国家，特别是东协的国家，大家都知道发展得非常的好。所以搭着爱多美这一班成功列车，我们轻易的就做了全球的事业、全球的市场。这是爱多美最有魅力的组织架构。那么领钱之前啊，大家要了解一下怎么领钱哦。PB 非常的重要。PB 是什么呢？PB 就是商品的分数。简单的讲，举例，我们公司的阿拉比卡黑咖啡，
泡冷热都好喝，一盒460块钱，有几条？80条。喝一杯优质的咖啡不到6块钱，同时公司又给我们非常高的 PB， 3000 PB。所以呢，任何的商品在爱多美只要有一个概念就可以了，金额小，分数大。所有的商品都是有分数的，益生菌20000，黑猫 hin 25000，六件组25000，点数是非常高的，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。那么 PB 呢，有两种 PB， 第一种叫做个人 PB，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个人 PB 跟团队 PB 哈。个人 PB 怎么来的呢？在座的朋友，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啊，在还没有了解爱多美之前，是不是家里的生活用品都去超市，都去大卖场买，是吗？那么买了这么多年，有越买越有钱吗？没有，很多时候是换点数、贴纸、马克杯，换一些小小的商品而已。但是在爱多美啊，它是换大大的改变你人生的机会。过去消费那么多年没有赚钱，那么换到爱多美来呢，诶，可能就不一样咯，大大的不一样齁。一模一样在消费，举例给大家听，一样都是在买洗面乳，今天换到爱多美来买，品质更好，价格又便宜，同时呢又有多少 PB？ 2500 PB。 所以当我们换的地方在使用我们家里生活用品的时候呢， PB 就不断的在增加。所以不用做，你在消费就是在累积你的会员等级了。今天你买4支洗面乳10000 PB， 后天呢买4盒 Hemohin 110000 PB。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概念吗？生活中我们最常遇到一种人，出去分享爱多美，他怎么跟你说？我不想加入，用你的买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你帮他买，那点数是谁的？自己的，在座各位的。所以我们帮人家团购，帮人家代购，同时我们又享有分数，哦，他不加入也没有关系的。但是买久了会不会觉得，哎呦，我看你积点数积得蛮快乐的，我也来一起积一下好了。这当然就是我们希望的事情哦。所以点数啊，真的只要是生活用品不断的消费而已，我们就不断的累积，非常的简单。所以每个人到最后呢，我们都可以从图片看到，每个人都可以是最高等级240万 PB 的会员。那么新朋友就有一个疑问啊，那是不是买多一点会赚多一点？哎，不是的，大部分的朋友建议在30万70万 PB， 我们就可以透过努力两三年领超过公务员的薪水了。好，最重要的自己买没有用哦，还要分享，分享帮助我们朋友。所以240万 PB 代表什么？很会买，很会卖而已，但是不一定会领到很多的钱哦。再来，个人会员等级补充一点非常棒的地方，永远有效，不会归零。所以假设你今年在爱多美，你的家庭总共消费的是70万 PB，那么你永远就是70万 PB。 明年呢总共消费80万 PB， 那么你永远加起来就是150万 PB 等级的会员。所以不需要加入一口气就买一大堆的商品，不需要，有缺再买，用完再买就可以了，非常的简单。所以呢，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？不同等级的会员有可能领到不同的奖金，符合这样子的资格。好，那么我们来用一个图来举个例子哈。在座的朋友呢，假设呢你是最上面的那一位，好，你是最上面的，你也可以想象呢，我代表你，你站在这里，你会有自己的左团队跟自己的右团队哈。那么我们怎么领钱呢？首先第一点，个人满足10000 PV 以上就符合领钱的资格了。同时你的左区、右区无限代，还记得吗？无国界。所以在我右手边这么多家庭的代表，每个家庭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啊，牙膏、牙刷、洗面乳、黑猫hin、益生菌，我的右手边这么多家庭，所有人加起来只要有30万 PB， 我的这边右手边的伙伴呢，左边30万，右边30万，所有人加起来不限时间哦，你的伙伴包含说你介绍人安置给你的，通通都是你的团队分数。左边30万，右边30万，公司就是要一并要把这笔钱给大家，所以不限时间的，非常简单。好，那么自己个人10000，左30万，右30万，可以领多少钱呢？可以领奖金大约750块钱。
那么有没有领更好的方式呢？有的，成为我们爱多美的爱用者，不限时间消费到30万 PV、哦、爱用者呢公司回馈更多，一模一样的事情，左边30万，右边30万，我们可以领到奖金大约是2250块钱。那当我们领到奖金的时候，团队分数才会归零，那还记得吗？个人分数会不会归零？不会。那么我们是拿着团队分数换了奖金嘛，那么所有的家庭再持续消费，下次又有奖金上来，我们又可以再去换2250块钱。所以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制度，每个人透过努力都可以在爱多美领到奖金，你越努力就领越多、哦、那如果比较懒惰一点就领少一点点而已、哦、那么我们第一笔奖金制度的精神在哪里呢？精神在这里、哦、即使我们能力再好条件再好，最高一天就是45000块钱，左边5000万，右边5000万就封顶了、哦、一个月在第一笔奖金117万。所以两三年前很多总长天天45000，现在还是45000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董事长说过了，爱多美要创造的不是一个亿万富翁，是一群的百万富翁。爱多美是保障所有基层领导者最高最多的一家公司，每个人透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约年薪百万的目标，这是绝对可以的。所以我们每次的晋升、哦、都会有一次性的奖励，大家昨天也看到了，我们的销售大师、钻石大师，3年前我也是在台下帮人掌声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站在这个舞台上，而且得到这么多的祝福。相信一样，今天在座所有的伙伴，我们只是先走完这个过程而已。每个人有一天，这个舞台是属于大家的，你也会接受所有人的喝彩，跟所有的奖品，所有的丰富哈。所以，当你有没有看到不同的玫瑰大师、星光、皇家大师送车子、送奖金、海外旅游？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常常被伙伴问，冠友你收入多少了，你怎么样了、哦、如何升玫瑰什么，我觉得这些都很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想问伙伴，你有没有问过自己，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生活？我们不能一辈子都在帮别人掌声，我们也要为自己掌声，为自己鼓励，自己才是自己人生生命的主人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当你有了这个目标，你要当销售、当钻石、当玫瑰是不一样的，你必须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。就像我为了进爱多美3年没有女朋友，但是3年之后有交不完的女朋友，但是还是一个就好了好的，最后呢，帮大家整理一下，为什么爱多美这个事业值得经营。首先第一点，爱多美所有的商品都是功能性的，都是特别的，我相信大家有用过产品就知道了，产品都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特别。再来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卖的是生活日常用品，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的，不需要你学一大堆的专业知识，不需要你很会讲话，因为我们产品自己会说话。再来第三点是什么？我们公司的产品、啊、品质非常的好，价格非常的便宜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平价，每个人都消费得起。再来第四点是什么？回购率非常的高。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一家公司没有要求你业绩，没有要求你责任额，但是却不断的在成长，所以我们的回购率是发自内心的。再来公司的背景，韩国的原子力研究院，世界的美妆大厂科马，所以我们是一流，我们跟一流的公司在合作，我们的背景很硬，背景很强的。加入爱多美，你不是你，你代表的是韩国的原子力研究院，你代表的是科马，你代表的是爱多美这一流的企业，所以呢，要更有信心的去经营。那当然，我们看到的是，经过我们世界各国公司调查，退货率真的非常的低，所以不要一直担心哦，朋友不喜欢怎么办？因为所有的数据都告诉你，我们的客户、我们的消费者非常喜欢我们公司的产品。最后的分享呢，带现场的所有的伙伴呢做一个有趣的活动。这个活动非常的简单，我说准备的时候你借我你的双手就可以了。那么我会开始数1、2、3，听到3的时候拍手，这样可以吗？
所以呢，我们就直接来了哈，准备接我们的双手，一、二，我没有说三哈，再来一次哦，拖到下课时间，所以大家没拍好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一、二，最后一次了，要听到三哦，一、二、三。这个活动是什么呢？记住，记住。大部分的人只相信自己看到的，但是不相信自己听到的，而且常常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上面会犯一次、两次，甚至是三次以上的错误。今天爱多美来了，让你看到了，让你听到了，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，会改变我们的人生。所以现场的伙伴，你们想要成功吗？是想要还是一定要？祝福所有的伙伴登峰相见，谢谢。